戒烟品。成功国中跆拳道选手们以实际行动展现反烟拒烟的决心。其中，这位林佑轩同学夺得今年全中运对打个人金牌，带着骨折的伤势夺冠，展现绝佳的毅力与技巧。去年加入12到14岁，就是选上12到14岁的国手资格，然后在练习过程中是蛮累的，但是我一想到就是我努力，就是坚持到最后，努力不懈的话，我可以拿到好成绩。之后总有一天，我希望我可以达到15、17岁的国手。用实际行动表达反烟拒烟的坚定决心。成功国中举办巡检烟蒂健走与烟害快闪的表演活动，在基隆火车站南站2楼广场登场，邀请东信国小的创意打击乐打击烟害。二信高中无人机飞行团队用无人机闪灯号让烟害快闪，坚决向烟说不。我们要用无人机来宣导拒烟反烟，祝福我们每个市民的朋友都能够身心健康，加入拒烟反毒的行列，保护儿童及青少年远离烟害，让我们一起向烟说不，一起杜绝烟害的威胁，追求永续的无烟环境，给下一代更健康的未来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